10月29日，汪涵在某个近日热播的综艺节目大方告诉观众，这一期节目的人事变动十分大，眼尖的网友们早在节目一开始就发现沈梦辰的缺席。对此，汪涵开场便将真相脱口而出，比如沈梦辰正在筹备婚礼。10月28日这一天正是杜海涛的生日，凌晨沈梦辰在社交网站上为爱人庆祝生日，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爱意。在文案中，沈梦辰亲切地喊着海涛乖乖，并向其送上生日祝福，天黑有灯，下雨有伞，我的生命里有你。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，感觉自己又相信爱情了。